弟弟喜欢丁丁，也不敢表白，好不容易哦，丁丁哦愿意跟他交往了，可是呢，条件就是不能公开，因为这样子哦，就算分手了，至少他跟你的感情一样可以维持得很好，这样你懂不懂啦？还真的是这样哦，之前丁丁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在骗我哎，我以为他在护着武侠佑，所以。你连你弟弟这一次为什么会对丁丁这么冷淡的理由你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什么理由啊？你弟弟他就是觉得他们这段感情对丁丁的影响太深与太久了，所以你弟弟选择放弃，他希望丁丁哦再重新去接受新的感情。那不然你以为嘞？哇，原来我们家武家又是个痴情种子来的哦！你今晚真的是刷新我的三观啊！武家嘞，你靠近，干嘛？靠近。哎，不准拿脸！我靠脸吃饭的。好了，这个呢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件事就靠你了。我，好吧，那你希望我这个系铃人怎么做呢？到时候再跟你说。现在呢，就让武家佑好好的冷几天，让他知道没有丁丁的痛苦。对。要去跑步啊？你怎么在这？今天起比较晚，不然平常我六点多来，这边都没什么人。厉害吧？我就知道你有听到。这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吗？当然值得高兴啊！这表示我又更靠近你一点了。你不用像昨天那样逞强，累了就休息，不用跑完全部。他刚刚是在关心我吗？为了流川枫，值得。你还好吗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不晕吗？晕啊！不
晕啊，我是说我不晕，没事。嗯，我今天一定要跑完10000公尺，你就先到旁边等我吧，不然再跑个几天，你就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嗯。去吧，早上比较冷，穿着，你就先帮我保管，等我跑完再给我。大猩猩真的很夸张哎，居然会跑错地方，你说对不对？之外，窃喜幸福作怪，要低调，把坏情绪扑筛，对爱说个嗨，自由自在 get high， 哦哦，一起跟我深呼吸 ，follow up follow up follow your heart， follow up follow up follow your heart， 一起跟我深呼吸，来了来了。欸、米宝，我来了，米宝。你小声一点啦、啊，小姐早上很早就出门了，现在在睡觉。她一大早出门干嘛？哇，真的睡着了，还两个一起。那条被子，小姐居然会让别人盖那件被子，那可是她从小抱到大的。嗯，真奇怪。你小声一点。心不在焉，因为在你身边，最喜欢浪费在有你的每一天。我约定好的地点，你没有住。爸。知道要找我了，这几天为什么不回家？爸，你看看菜合不合你心意，我都是照你喜欢的口味点的。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？有时候爸妈的质疑是因为过往的经验而造成的，所以啊，你不能立刻生气哦。你要好好说话。没有啊，放假哪能闯什么祸？我只想说，很久没有跟爸好好吃饭，所以特地选了你最喜欢的餐厅。要是你一直这么听话就好了。欧嘉玲的话还挺有用的嘛。哎呦。爸，你不舒服啊？哎，上次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啊，把腰给扭了，一直都还没好呢。嗯，腰伤我可能没办法。哎，可是我可以帮你按摩，稍微放松一下。这个我有跟我同学他爸爸稍微学过一点点。手法还不错啊，想不到你还会这个啊。啊，爸，我想到了，你可以找同学他爸爸看看，他是很厉害的蒸骨师傅，说不定可以治好你的腰伤哦。哦，嗯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啊，爸辛苦多了，坐着跟我吃饭吧。好。谢谢爸。
动好累哦，真的会不知不觉就睡着哎。你现在知道我们篮球队的体力有多好了吧？嗯，我这样跟着你们一起练习，说不定我也会变得很厉害哦。刘川凤，你明天还是一样的时间去晨跑吗？哇，真的睡着了，还两个一起。那条被子，小姐居然会让人家盖那一件被子，那可是她从小抱到大的。你明天早上不用陪我了。没事啦，之前他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，现在至少会跟我说话，这样也算有进步吧，对不对？好像也对。嗯，而且操场那么大，他说不陪就不陪哦，他又没办法管我什么时候想去操场跑步，对不对？也对。嗯，你明天一样的时间也要记得来跑步哦。啊，太早了啦。什么？不要到时候流川枫的脚好了，你却退步。哦，跑就跑。你那什么态度啊？哦，遵命，我跑。不够诚意。遵命，我跑。大跳。你去年买给我的那个护膝很好用的。哦，你说那个买十送一哦？什么？你拿赠品来当生日礼物送我？什么都不接啊！好了啦！干嘛啦？你都打几通啦？他都没接哦。以你跟丁丁的交情，他看到未接来电，肯定会马上回。但他现在没接又没回，你觉得是为什么？肯定是因为他没带手机啊，或是他真的超级忙，所以不能接嘛。你不懂啦，我真的很担心他，他从来没有像这样不接不回电话过。那你就当作他真的很忙啊。或是他真的刚好没带手机出门啊？你不这样想，你心里很难受吧？而且你这样一直打，万一丁丁看到我那么多通，他会很紧张啊。万一都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他是真的出事了怎么办？不会有什么事的啦，你不要最近被妈的事情弄到这样紧张兮兮的。这样过度担忧不太健康吧？说的也是，可能真的是我想太多。谢谢你啊。这王浩南，你刚不敢约啊？不对啊，妈这么浅眠的人，应该会被我吵醒，怎么都没有反应啊？
精彩花絮，就在 TVBS 聚在一起。雪莉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啦，只是想看看你睡着了没。没事的。哦，我再坐低一点，比较舒服。哎呀呀！哎，你安尼哦，做出事，啊我安尼对，个脚都汗。你的面部表情吼，喜怒哀乐。我个人看不出来，怎么了？没有吧？我就是想到那时候你昏倒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害怕哎，真的好怕你不会醒过来了。我没有办法想象，没有你的话，我要怎么？哎呦，戆囡仔嘞！哎呦，你哦，放轻松，轻松啊放。你看，妈妈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啦，宝贝，妈妈让你担心了哦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那个哈，从现在开始哦。妈妈时时刻刻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不要骗我！我怎么可能骗你？真的啦！你看，你们都说我是皇太后，所以妈妈的心态一定会好，是不是？一定爱好。好了好了，真的真的不用担心。我爱为家里甲加油，先甲一寡代志安排好好势，较免得万不利代志向后发生。因伫承受悲伤时阵，会毋知安怎通处理。要回去了。对啊，刚搬回我妈家，要回去整理整理。好，浩南说他吃完晚饭就出去了，但他没有说他去哪里。我又没有问浩南叔去哪了。就是，吴老师又没问。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是说这个浩南叔，不是浩南啊，他自从没有当警察之后，也很少这么晚出门哎。我妈，你还那这么晚了，他到底去哪里啊？我不担心啊，他都成年人了，爱去哪就去哪，而且不归我管。你们不是在下
要洗吗？继续下。我先走了。晚安。晚安。阿公，你有没有觉得吴老师对浩南叔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了？再这样下去，浩南叔是不是就没机会了？你蛮快出来。好了好了，大人事情，小孩子不要管了。有大人的事情。我替你重新检查过王浩克了，看来你得花点时间才能修好喽，加油！王浩克，今天要开夜工咯，你要好好配合，这样才能让家里早点有惊喜。好，来吧。是不是又不开心，伤脑筋，可分离，看不懂的那道题。月亮下操场。喂，打怎么了？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家啊？今天晚上你们不用等我了，我应该会蛮晚回去的，或者是我可能也不会回去哟。啊，你说我卡，这些钱本来就是我的钱，会不会先去苏珊娜？对哦，你笑起来很好看啊，应该要多笑的。我都知道你的心意，我不能让你一直等我，直接载你回去就好了，是要通知谁？你说嘞。那个阿姨家的钥匙还在我这边呢，干嘛？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，就都发过来啊。PK 嘛是。TVBS 四十二台每晚八点。你这个没良心的臭直男！机智校园生活，陪你欢笑一小时。你怎么在这啊？初恋总是刻骨铭心，难以忘怀。你要忘记一段恋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开始新恋情。爱情总有一天能开花结果，没有就是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机智校园生活》明星三缺一冠名播出。你还记得这是我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画的吗？那时候还拿了奖哎。当然记得啊，你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，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美好。你干嘛突然讲话这么煽情啊？好不习惯啊。米宝，其实主任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现在这个气氛，他该不会要跟我告白了吧？哎，你少喝一点。那我先去找他，我先去找他。哎，老弟，啊，手机啊？哦。老弟，你说你暗恋的那女生叫什么名字啊？就她。吴佳丽，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？如果你喜欢的是篮球场上的流川枫，那我要告诉你，我可能没办法回到以前。老弟，是最好的朋友，对吧？当然。那等等，不管我说什么，都不可以影响我们感情。好啊，我答应你，无论说什么都不影响感情。你知道我相亲对象是谁吗？我怎么知道你相亲的对象是谁啊？
你逞强什么、啊？再怎么样，我家沙发也可以借你睡啊。晚间八点 ，TVBS 四十二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川峰。更多独家精彩花絮，就在 TVBS 聚在一起。校园里看着你，是不是又不开心？伤脑筋，课本里。看不懂的那道题，艳阳下，操场上，你会汗如雨模样。下课铃去哪里？学校后门等你。Oh freedom， 丢掉课本，闭嘴，我们不笨。Freedom， 赤脚狂奔，任谁无法定义的我们。争做弄真第一，白板笔，纸飞机，水桶准备好没问题。A B C 没兴趣。